Hello， 我是 Kelly 啊，相信大家最近都少了出去吃饭，如果在家但又懒得煮的话，不如就试下这款送上门的即食送菜包啦。即食送菜包有40多款选择，浸落热水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就吃得，不用煮都可以轻松准备到五送一汤，超方便啊。先试下梅菜扣肉啦，猪腩肉好香口，试麻酱炆牛筋腩先，煮得好入味，送饭食一流啊。喜欢海鲜的可以试下这个豉椒菲律宾花甲，花甲都挺鲜甜。这款酿糯米鸡都是人气之选，用上西班牙酒地黄油春鸡，入面酿满糯米、腊肠、虾米和香菇，最后试埋这款炖川贝陈皮海底椰鳄鱼肉汤，原盅炖了6小时，好清甜啊。下次懒得煮又想吃住家饭的话，不如就试下这几款即食送菜包，快入黎文睇边度买啦。Yoo-hoo!